我们现在将会要解除的是1点钟赛程国旅班，林诗凡、陈立新、蔡凯珍、纪宇恩、霍丽柔、刘佳佩、张玉书、庄之瑜、林子琪、陈宇珍、林以诚、吴慧乔，以上选手请至舞台上检录。1点钟赛程的选手，请至舞台上检录。大会再次再重复一次，由于很多选手请假没有来，所有的赛程都往前，所以麻烦请提早热身。球不要打在拍子上面。Thank you.